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你看这里在 PK 了啊，这瓜牛哥打不过的呀。不过打不过也报名吧，打不过也报名吧。瓜牛哥现在才130,000战斗力，朋友们，刚玩啊，刚玩是这样，大家不要惊慌，不要失措。一件装备，走吧，我们精英关卡走起。精英关卡上次我们来到了这个2-5，打不过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看直播的时候看到了啊，打不过了。好的，我们上次打不赢他，我们现在能不能打赢他呢？说实话，瓜牛哥也不知道。那我们试一下吧。好的，战斗开始。这是精英关卡啊！哇，你看我们的泰迦血量已经开始减少了，这可是小怪呀，打得这么吃亏，不符合要求啊，不符合要求。有点吃亏了啊，开始有点吃亏了。不过这样才有挑战啊，先加一波防御，加一波 buff。加一波 buff 就变厉害一点啊！好的 ，boss 来了，念鬼啊，鬼念鬼！我光线怎么打不动他呀？波流无粉碎！来，东宫来到前排，打他！来来来，打 boss！ 哇，我们的泰迦，泰迦倒了！哎，这是哪来的奥特曼呢？超音波光线。这精英部分有两个 boss 吗？骑士气息。哇，我们的前排戈尔赞也快凉了。哇，我们躺了两个奥特曼英雄啊！果然，精英副本就是精英副本，有点难呐。下一关。好的，我们先返回一下啊，返回一下，这个有一点难呐啊，只得了一星，得了一星还不能打下一关是吧？这个意思。领取一波，这不行了，朋友们，是打不过了，得提升一下什么东西了感觉。我们先练英雄这里，英雄这里好像得不了什么东西啊，28,000，29,000。13,000，装备这里可以提升啊，不能搞个一键提升吗？这个游戏